欢迎大家来到今日嘅简报会。台上面两位医生咧，分别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医生，同埋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医生。先请张医生讲下今日确诊个案嘅最新情况。大家好，琴晚我哋确诊咗八宗个案，个案编号系11533去到11540，佢哋系五男三女，年龄系1至71岁。咁其中就包括咗六宗係輸入性個案啦，一個係由伊接抵港嘅人埃及抵港人士啦，係3月24號就經中東係坐 EK384啦，咁呢個係第12日嘅樣本。咁另外就係有一位係兩位都係印度渡港人士啦，一位就係4月5號坐 EK384啦。另外一位是坐 UK6395， 是4月4號抵港的。咁另外仲有两位是巴基斯坦抵港人士啦，就是3月23號坐呢个 EK384到港的。咁佢哋都是在检疫中心确诊啦。咁呢两位都是 M501Y 的确诊人士啦，即系带呢个 M501Y 嗰个变种病毒株啦。另外一位就是菲律賓抵港人士，就坐 5J272， 他這位是都是帶有 M501Y 的變種病毒株的，他是3月25號抵港的。總共加上這三宗 M501Y 的變種病毒株，就總共我們香港現在暫時有178位是帶有 M501Y 的變種病毒株的人士啦。咁其中71宗係英國嗰種啦，20宗係南非嗰種啦，咁另外5宗係類似巴西嗰種啦，咁仲有70宗係暫時未分類，咁另外有12宗咧就係唔可以分類啦，因為嗰個病毒株個份量啊，或者各樣嗰個化驗嘅問題啦。咁另外咧，除咗呢6宗輸入性個案咧，我哋就有2宗咧本地個案。暫時找不到源頭的，還有這兩宗都是暫時沒有相關的暴露事的。那兩宗呢，唯一就是都是住在屯門。那第一宗就是一個71歲的女士，那她是住在屯門友愛村外輝樓第3座。那她是4月3日開始有些頭痛，4月5日就做檢測就是陽性。咁佢平時咧就因為退咗休啦，就即係家庭主婦啦，咁通常都會有幾位朋友咧就一齊喺屯門政府合署空地前面咧就有啲晨運嘅。咁之前就有時係同屋企人啦，或者有時同啲朋友即係一齊晨運嘅人士咧，就去幾個餐廳咧就會飲茶嘅。咁其中就會包括咧就係明星金閣海鮮酒家啦，就係、是。另外就是經典廚房啦。剛才那個明星金閣海鮮酒家呢，就是在屯門的柏麗廣場的。咁另外就是經典廚房啦，就是呢個香榭會路在那個 Hands 嗰度噶啦。咁另外就綠茵餐廳啦，彩晶軒啦。咁呢啲都是在 Hands， 即係安定愛定商場嗰度嘅。咁有時都會去友愛街市咧就賣餸嘅，咁呢啲地方咧佢哋有做過嗰、那個Leave Home Safe 嗰個咧，就即係嗰個安心出行嗰、那個QR code 嘅地方咧，即係呢啲餐廳咧，我哋都會喺相關嘅去嘅時間咧，都已經係通知咗嗰啲，即係撳咗嗰個暴露嗰、那個信息啦，通知咧就俾嗰啲曾經去過呢啲地方同佢一齊嘅人士嘅。咁另外咧就第二個係暫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咧，就係、是、一個41歲嘅男士啦。咁佢係住喺屯門山景村景福樓高座，咁就係3月29號就有啲咳咁樣啦。咁佢最後一日翻工係4月1號，就係喺呢個匯德豐大廈啦，即係中環嘅匯德豐大廈嘅。咁佢有10多位個同佢一齊翻工嘅人士咧，都會送去檢疫中心檢疫啦。
咁另外咧，就佢住喺呢個個地方就需要接受檢測啦，即係強制檢測啦。咁呢、這個佢喺4月3日啦，就曾經去過海運大廈嗰、那個玩具反斗城啦。咁又去過信和中心，即旺角個信和中心嗰度曾經去買過啲遊戲啦。翻工期間都有去過中環嘅萬波行嘅大家樂啦，或者係萬年大廈嘅大快活啦。咁去食晏嘅。咁曾經都喺3月26日啦，即早少少啦，喺潛伏期咧就都有同朋友，即一位朋友咧，唔係一位同事咧應該。去過士丹利街的21堂嗰度食晏咁樣嘅，咁呢兩位人士就暫時咧就揾唔到一啲有相關啊或者一齊活動嘅地方咯嚇，咁但係佢哋相關去過地方咧，我哋都係會安心出行嗰啲地方咧都有即係撳翻嗰個暴露通知咧俾嗰啲市民嘅，咁同埋如果佢係有一啲盒仔嗰啲咧、紙仔嗰啲咧，我哋都會攞翻翻嚟啦，就會通知翻嗰啲即係 send 翻個信息咧，就叫啲市民咧就接受檢測嘅。咁所以今日嗰、那個需要強制檢測嘅大廈咧，就會包括咗呢個山景村嘅景福樓嘅高座啦，同埋呢個屯門友愛村愛輝樓嘅3座嘅。咁我哋都有有10多。大概10位到咧，初步陽性嘅個案啦。咁大部分咧都係一啲輸入性個案嘅。咁但係咧都有一位咧，暫時揾唔到源頭嘅個案。咁呢位咧都係住喺呢個屯門友愛村嘅愛輝樓3座嘅。不過佢同之前嗰位人士住嗰個單位咧就相隔2層啦，同埋係比較遠嘅，即係唔係同方向啊或者同座向嘅。咁呢位就係70歲嘅女士啦，咁佢視力唔係幾好，咁所以咧就係主要都係留喺屋企嘅，咁佢就係冇病徵嘅，咁佢喺屋企就係自己住啦，咁但係佢嘅屋企人咧都即係一個禮拜都嚟睇下佢嘅，咁同埋佢都有一個朋友咧就會過嚟週末咧就會幫佢煮飯啊，同埋有啲打掃咁。咁呢兩位朋友，我哋朋友同埋屋企人咧，都會送去檢疫中心啲緊密接觸者啦，同埋我哋都會追蹤翻，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確診啦。咁佢係因為4月6日咧就跌親，咁就送咗入醫院。咁醫院咧就係入院就需要篩查，咁所以係一個陽性個案咯。咁佢自己咧本身係冇病徵嘅。咁我今日報告係咁多，唔該。好，麻煩何醫生講下醫院方面嘅情況。好，大家好。咁截至上午9時，喺過去24小時，醫管局嘅系統一共呈報咗24宗個案。咁我哋有8名確診嘅病人康復出院。咁至今咧，我哋有11,163名嘅病人咧康復出院。咁截至今朝9時啦，我哋仍然有133名確診嘅病人，分別喺我哋20間公立醫院同埋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嗰度留醫，其中9人情況係危殆，3人情況係嚴重，另外121人情況係穩定嘅。我哋負壓病床嘅數目咧係1,197張，使用量咧係61%。咁另外負壓病房咧就係651間，使用量咧就71%。另外就補充一宗屯門醫院70歲女病人，先頭張醫生提過嘅個案。咁呢位咧70歲嘅女士咧，就係琴日中午嘅時間咧，因為跌倒，咁經急症室咧就係入住咗內科同埋老人科病房。咁醫院咧就按機制啦，為呢位病人咧進行入院篩查病毒測試啦，其後咧就係初步確診嘅。咁之後咧，病人咧就已經轉咗入去隔離病房度繼續接受治療。咁喺接觸追蹤進行之後咧，入住同一個病格嘅7名病人咧，就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咁係需要隔離檢疫嘅。咁病人咧喺住院期間咧，一路都有戴住口罩啦，咁亦都冇進行過高風險嘅程序。咁醫護人員咧亦都有著合適嘅個人保護裝備，咁所以冇同事咧會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咁病人到個地方同埋入住過嘅病房咧，我哋已經安排咗徹底清潔。咁個報告去到呢度。以下係提問時間，咁就煩大家喺發問前先介紹你代表嘅機構。邊位想發問？嗰邊嗰位女士。兩位醫生好，01嘅。咁想問翻71歲嗰位婆婆，佢去嗰個四間餐廳同埋街市係幾時去啦？咁佢有幾多位密切接觸者？即係係咪一齊飲茶啊咁樣樣啦？而家暫時揾到幾多位啦？咁屯門友愛邨外輝樓第三座會唔會其實都有個爆發情況啊？兩個 case 會唔會即係都有啲共用嘅設施啊？譬如搭同一架 lift 咁樣樣啦。另外就想問翻其實近排都幾多菲律賓輸入嘅個案啦，咁會唔會都即係建議食衞局去收緊佢哋嗰個入境安排啊，或者停飛航班等等啦？如果外佣入境嘅話，會唔會建議佢哋打咗針先咧？係咁多先啦，唔該。呢、這個71歲嗰位人士咧，佢就有時係同嗰幾位朋友係早晨問就飲茶啦。咁例如4月1日至3日就係呢個明星金閣海鮮酒家啦。咁另外咧就3月24日至28日啦，4月4日就喺經典廚房就同屋企人飲茶，即一位啦嚇。咁另外就係3月24日、29日、30日啊，4月1日、2日、3日就有去呢個錄音餐廳飲茶啦。咁3月21日就有去呢個彩晶軒啦。咁呢個就比較早啲嘅咯。嗰兩位人士就係同一個大廈啦。咁但係我哋暫時揾唔到佢兩個即係相同嘅即接觸的時間，因為其中一位就不出街的，即初步確診的位人士就不出街。當然他的有人來探他的，即是家人和那位幫手他煮飯清潔的位朋友，當然他們都即是一個這樣的接觸者，會不會有機會他們都會是一個確診人士，我們就要看看。咁至於佢哋兩位，如果萬一有確診，會唔會同其他啲人士有相關嘅暴露史咧？我哋都追查緊。咁我諗即係其實入境，我哋而家都係有一日比較緊嘅即係指定酒店有一日嘅檢疫啦。咁當然即係政府當然可以做多少少，睇下有冇啲入境再收緊嘅措施。咁呢啲當然都要睇政府嘅高層嘅安排啦。下一個提問啦。英文問題。Hi, RTHK. So, do you see any links o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70-year-old woman living in Oifai House who was confirmed with the virus, and also the 17-year-old woman who tested positive, preliminary positive, who also lives in the same housing estate? Would you rule out any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in the estate,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has been an outbreak going on there?And also for the 71-year-old woman, how many close contacts does she have, and how many of them will have to be quarantined as well? Thank you. So, incidentally, we found two confirmed cases living in Tumun district, and also one preliminary positive case. So, we cannot exclude that there's some silent transmission in the Tumun area.During that area, we cannot find any exact linkage between these three cases yet. For the two cases who staying in the same building, the Oifai Lau, one of them did not go out. So it is possible his family member or relative or friend who visited her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may be a case.And we are tracing whether if they are confirmed, whether there's any common exposure between, for example, a case and another case. Possible areas may be the nearby malls or the markets and so on. But during the present moment, we cannot find exactly any place they all visited at the moment.Or close contacts.The close contacts of the confirmed case in the
71-year-old woman, mainly the three friends and also her relatives. Yeah, so around four. 下一個提問啦。 那邊那位女士。 你哋好，NASA文台，想問翻關於愛輝樓嗰度咧，其實即係都有一個患者其實去唔出街㗎啦，咁覺得其實喺屋企即係附近嗰啲環境感染到個機會有幾大咧，或者定還是去其實去探佢嘅人會去開啲乜嘢地方，即係初步覺得同愛輝樓嗰度個環境嘅關係係有幾密切咧咁。咁另外咧就想問咧關於山景村嗰個患者問多次佢住嗰個。 嗰棟樓個名想confirm多一次，咁另外就係關於尋日咧個個案就係12歲嘅一個12日大嘅一個男嬰啦，其實佢由即係冇嬰傳，即係會有機會冇嬰傳播，定還是係出世之後屋企人照顧佢，所以感染到個機會大啲咧咁，就呢一個個案都想問翻醫管局就係佢哋而家個 B B 嘅治療係點樣樣啦，即係本身媽媽有冇話餵母乳啊？如果係嘅話，即係個安排係點啊？感染控制係點樣啦？ 最後一個問題就係關於阿斯利康個疫苗，因為歐洲藥物管理局嗰度就有官員受訪都話，即係同血栓咧可能會有啲關係嘅呢個疫苗。即係以衛生防護中心嘅角度，其實覺得香港應唔應該繼續去購入咧？唔該。就嗰個愛輝樓嗰兩位一部一位確診個案同一位初步陽性個案咧，我哋都即係睇過佢哋啲住址啦，咁其實佢哋就唔係話好近嘅，即係唔係話隔離啊，有機會係個喉管啊，同埋佢哋啲 lift 咧係三層一個嘅，咁所以佢哋都唔係同 lift 嘅，即係佢一個住同第二層係啱啱係相隔一層嘅，咁喺個環境直接嗰種感染咧，就個機會就可能冇之前嗰啲個案咁多啦。 咁但係我哋估計可能都係佢屋企人或者係即係佢曾經嚟探訪佢嘅人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循住呢個方向再睇睇有冇一啲附近嘅街市啊，或者係啲商場啊，佢哋比較多去嘅咯另外嗰個山景村嗰個地址咧，就係山景村景富樓高座。 咁嗰個BB咧就，因為佢其實都成家人都確診，即唔係成家啦，即有幾位人士都確診啦咁最早我哋知道就係佢先即個爸爸啦個媽媽就係冇病徵嘅，咁所以好難講個媽媽係即感染咗冇病徵，定係佢再早啲已經感染，好似你話齋係冇已經傳播不過如果如果媽媽比較早期感染嘅話咧，咁可能佢其他屋企人都會早少少會發現啦嚇。咁所以暫時咧講，我哋都係即係冇需要用藥物治療。咁但係我哋就會再睇翻佢臨床嘅情況啊，包括即係食奶食成點啊咁樣。咁當然我哋會幫佢再驗血同埋睇翻嗰個病毒載量，跟住然後即係計劃翻佢整體嘅治療方案啦。咁暫時佢情況都係穩定嘅。咁家長就選擇咗用奶粉去餵字，咁係而家都係繼續用緊奶粉咁。關於疫苗，我冇補充，唔該。下一個提問啦，依邊呢位女士啊。 你好，明報嘅，想問一下嗰個41歲男咧，佢係做邊間公司嘅，即係十幾位同事要檢疫，係咪已經全部即係人入曬去，定係有其他人係需要檢測？咁檢測嗰啲又有幾多人
同日裏邊即係都揾到三個個案喺屯門區啦。即係預計嗰個情況啊，即係其實點解會即係會係一個巧合啊？定係其實可能屯門區有一啲叫做隱形傳播，會唔會有機會可能爆發到去好似之前油尖旺區咁樣嘅情況咧？咁啊，同埋想問一下愛輝樓嗰兩位咧，其實佢哋即係相中間係隔咗兩層啦，咁佢哋嘅坐向係爭幾遠嘅，即係完全唔同方向。走廊另一邊定係即係隔一兩個單位咁樣樣嘅咧？唔該。嗰位四十一歲男士，佢就喺匯德豐大廈上面其中一層嘅一個公司啦。咁嗰度14位人士，即係同佢一齊翻工嘅人士，都送去檢疫中心嘅。咁就係喺14樓嘅。咁佢住個地方暫時就最近就冇一啲確診個案啦嚇，即係警負樓高座。咁佢即係我哋都會睇翻究竟有冇其他啲個案啊，同佢哋去過嗰啲地方啊有啲相關。咁暫時就未揾到啦。咁但係都係覺得有啲巧合啦，因為今日都有兩宗確診個案喺屯門，聽日都有一宗初步啦。咁當然都唔排除會唔會喺嗰區有一啲隱形嘅傳播，咁未揾到曬啊，或者係仲有啲可能陸續會揾到啊，咁我哋都會有啲擔心嘅。咁當然住到嗰區嗰啲人士，即係市民都要特別小心啦，尤其是過咗個假期，咁可能都會比較多活動。咁如果有些少唔舒服或者自己擔心咧，盡快去接受檢測啦。咁嗰、那個愛輝樓嗰兩個單位咧，其實係相隔一層。即係咁，但係咧就係嗰啲方向就完全唔同咯，即係又唔係打對住啊，又唔係隔離啊嚇，即係都比較遠嘅。唔使嘅。下一個問題啊，嗰邊嗰位係想問翻嗰個41歲嘅。請問你係邊個機構？哦，係 Cable 嘅。想問翻嗰個41歲女人啦，咁佢去過嘅餐廳嘅客人會唔會需要強檢或者隔離啊？你講71歲嘅女士，咁佢去啲餐廳咧，就係因為都係一個個案啦。咁我哋都係建議咗嗰啲餐廳就會做清洗啦。嗰啲餐廳嗰啲職員就做檢測啦。咁佢哋測試咗陰性先至即係開翻咯咁樣。同埋嗰啲餐廳嗰啲顧客咧，如果佢有用嗰啲安心出行嗰啲，就應該即係建議佢哋做檢測啦嚇。咁、如果佢有啲冇用安心出行，有啲紙仔嗰啲，我哋都會發信息叫佢哋做檢測。下一題呢邊呢位男士啊，你好 AM730 嘅，想問翻嗰位41歲男士先，佢平時頭先話翻工有啲大家樂大快會食飯係。自己食啊，定還是係即係係點樣嘅咧？頭先提到話佢上個月就今個月初就去過玩具反斗城同埋信和中心啦。其實佢買遊戲啊，或者玩具鋪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接觸而有啲風險，或者係即係嗰度嘅訪客啊，或者係商家有咩要做咧？另外頭先71歲嗰位婆婆就話有神魂嗰幾個朋友，其實佢有冇嗰幾個人嘅聯絡啦？佢哋係。住喺邊度咧？會唔會同之前安定村定德樓嗰宗11490係有少少關係嘅咧？同埋即係11490係咩個案嘅源頭咧？佢即係因為睇翻係有源頭嘅個案。同埋就係頭先提到都有啲餐廳就話會攞紙仔，點解？即係之前就話係之前兩宗個案通常先會攞啦，但係今次點解會係一宗又咁快又拎紙啊通知啲顧客咧？唔該。安定。41歲嗰位男士，佢就平時食飯有時就會即係公司賣外賣食啊咁樣啦。但有時都有出去同同事食飯嘅。咁佢去嗰啲地方就曾經頭先我提過，就係去過萬邦行嘅大家樂啦。萬年大廈的大快活啦，同埋士丹利街的21堂啦，即係最近呢一兩個禮拜啦。咁嗰三位人士係朋友嚟嘅，即係同嗰位神運嘅人士就係、是、已經送去，即係會安排送去檢疫中心噶啦，就揾得到嘅，因為佢哋都朝朝一齊神運嘅。就11490就係一個，即係佢個朋友係確診人士，咁所以佢就係送去檢疫中心而確診嘅。
咁至於有冇關係，我哋至於有冇關係咧，都要再睇啦。即係會唔會係即係佢哋曾經都係有去呢、這個係咪安定商場先啊？外定商場可能未必都要再睇睇下有冇啲咩關係啦。咁子仔嗰度係因為而家個案少啦。啊、我哋可以做到的就盡量做咁解咯。咁如果啲個案多的時候，我哋都要睇，因為個案多的話，同一間餐廳啊，或者係大家都唔同區啊，咁喺啲同一間餐廳嘅機會就會多啲嘅。咁而家小個案就盡量睇下可以追蹤到幾多得幾多。玩具反斗城嗰度咧就比較難揾得翻，即係究竟邊位啊？即係因為通常佢都係。買完嘢就俾錢咁樣，咁啊戴曬口罩嘅。咁成個海運大廈咧，佢嗰度因為個門口就有個安心出行嗰個 code 啦，即係嗰個碼啦。咁我哋都通知咗，譬如喺4月3日曾經去過海運大廈嗰啲咧，都提醒咗啲市民嘅。咁啊，信和中心嗰度我哋就因為佢買遊戲都有機會會揾得翻邊間鋪頭，咁呢度我哋跟進緊咯。咁成個信和中心又係啦，我哋喺4月3日曾經去過個時間，即係嗰日咧都有安心出行嗰啲人士，我哋都即係會撳翻通知咯嚇。好，下一題嗰邊嗰位女士。係你好，《蘋果日報》嘅，想問翻即係嗰71歲女士同埋41歲男士，佢係即係經咩途徑去確診啦？去求診嘅日子係分別係邊幾日咧？咁另外就留意到即係呢位41歲男士，佢發病都比較早啦，係3月29日。咁距離今日即係都7日咧，其實都橫跨咗嗰個復活節假期。但係頭先聽你講嗰個行蹤嗰度，就似乎係得話4月3日出過街咧，即係因為。即係護節假都多市民外出食飯啊，嗰啲即係會唔會擔心個個案係未講曬佢嘅行蹤啊？即係會唔會後屘再詳細啲交代佢，即係喺假期嗰幾日外出嗰個情況，即係用膳嗰啲情況係點樣呢？最後就想跟進翻阿斯利康疫苗嗰個採購進度，因為都知道衛生署係有份去即係去採購疫苗啦，咁。其實想了解而家阿斯利康嗰個採購進度去到邊啦，即係例如係12月簽咗嗰個協議啦，咁而家係俾曬錢未咧？即係根據之前簽訂嘅協議，個條款上係容唔容許政府係現階段係做個停止採購疫苗呢個考慮咧？唔該。71歲嗰位女士咧，佢就係4月3日頭痛啦，咁4月5日就去咗社區檢測中心嗰度做測，即係做咗攞咗樣本。41歲男士咧，佢就3月29日有啲咳，咁佢就冇睇醫生啦。咁4月4日就因為個膊頭痛，咁所以就去咗睇醫生。咁就醫生都建議去檢測啦，所以佢4月5日就攞咗個深喉唾液樣本，就係測試陽性啦。咁再次都係提醒市民啦，即係如果你有咳啦、又唔舒服啊，甚至係流鼻水啊，好輕微嘅唔舒服，都盡早睇醫生做檢測啦。關於疫苗嗰度咧，唔係我負責，所以我答唔到。好，仲有冇其他問題？冇的話，後邊嗰位，佢先，後邊佢先。醫生你好，經濟部嘅頭先提到話，今日住質同一棟樓嗰兩個人咧，頭先又話隔兩層，跟住之後就講話係隔一層，想 clarify 翻係即係佢哋隔幾多層啦，同埋想問一下咧，即係而家嘅輸入個案咧，即係都揾到一啲係非港人啦，咁但係而家就一啲。即係應該係唔俾入境嘅非港人，譬如之前11519咧，10歲男童咁樣巴基斯坦抵港，想問下佢係即係屬於邊一類，係咪豁免人士啊，定係點樣樣而可以有非港人嘅身份去輸入抵港咧？同埋今日嗰個1歲男童咧，印度抵港嘅人士係都係屬於邊一類嘅人士？佢係咪港人咧？唔該。唔好意思，同埋想問埋今日嘅確診個案有冇打過疫苗？唔該。就嗰兩個，唔好意思，頭先可能講得唔清楚啦。就嗰兩個同一棟大廈嘅愛輝樓嘅第三座咧，就係相隔一層。就另外就係、
那兩位你講的人士我都不知道究竟他是不是香港人，但是我可能有，但是他們好像是跟父母啊，就是親戚一起回香港的，所以有機會是，就是有些情況是可以這樣。跟住那句是什麼？好像沒有打疫苗。簡單一個補問，想問一下愛輝樓那兩個 case， 知不知道他們有共用什麼設施？即剛才說到 lift 就未必共用，會不會有留意到他們出入啊，飲什麼可能會一起碰到啊，還有會不會在愛輝樓即拿一些叫做環境樣本去看一看其實在什麼地方有污染啦，還有想問一下在什麼情況下，即可能如果覺得即屯門那個風險比較高的話，有機會在那裡做一些跟進措施，即例如會不會有機會會封區啊，又或者是做一些比較大範圍的檢測呢？麻煩你。那兩位人士其實有一位是不出街的，所以現在確診人士就是一位不出街一位又出街，但是不出街的那位人士我們覺得都比較可大的可能性，就是他的親戚啊或者是他的朋友呢，就是有機會是一個確診人士啦。至於他那個要看看他兩位會不會確診啦，如果他 有機會確診的話，就要看他和其他的人士或者住在同一棟樓的人士會不會有些同樣的暴露史啦。初步看呢，就是他們兩個是相隔一層啦，又不是說在隔離又不是在對面，lift 呢都好像不是一樣的，但是就有可能是比如說買餸來幫他煮飯的那位人士，如果那位確診者他可能都有在附近街市啊，跟之前即那兩位個案有機會是相同的，那這方面我們會跟進，和跟進他們有沒有確診啦。首先那變了就暫時那種喉管污染啊或者其他污染的機會呢，我們覺得就不是那麼大。我想第一樣就是大家市民可能要提高警覺先啦，有不舒服就盡快看醫生啦，或者是自己都覺得去過一些高危的地方，因為我們都即他們去過的地方我們都做了這個通知啊，安心出行啊，那收到那個通知那些記得去做檢測先啦。好，那記者會到這裡結束了，多謝大家。